不锈钢表面污渍怎么处理？当我们不小心沾染到不锈钢表面时，应该如何进行处理呢？首先，及时清洗，用湿布沾取适量的中性洗涤剂擦拭，或者使用不锈钢清洗剂，将污渍轻轻擦拭即可。其次，如果污渍比较顽固，可以将中性洗涤剂稀释后，用来擦拭污渍处，再用湿布擦拭干净。最后，为了防止污渍再次沾染，可以再用干净的湿布擦拭表面，待表面干燥后，涂上一层防护剂。总之，轻微的污渍可以通过以上方法轻松解决。如果遇到更为严重的污渍问题，建议您寻求专业人士的帮助。